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的茶园，你看画的，你看，啊，是的，这是茶树，嗯，对，就大叶种的茶就是这样子。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海南五指山的茶园，我们现在看看它这边的生态环境。我对面的这棵大树是，海南当地的品种，叫海南大叶种，据说这个茶树呢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。那底下的这片呢是金萱的品种，啊，我们可以看看它整个茶园的生态环境还是非常好。这棵也是100多年的海南大叶种。含羞草，含羞草，一碰它就躲起来了。最近看到了很多的报道，说啊，有些茶区因为高温和干旱，很多茶树枯死掉了。说实话，看到那些枯死掉的茶树很是心疼，茶农的损失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大。但是在同时，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当初在种植茶园的时候，有没有去考虑这个茶园应该怎么去种，他喜欢什么样的环境啊，包括他的周边的那些植物啊，和我们平时茶园的维护啊。我现在眼前的这片茶园可以看到，茶树依然是郁郁葱葱，底下的杂草也是杂草丛生，而且在茶园中间我们能看到有高大的树给茶树遮阴。其实茶树呢是非常喜欢的是慢射光，如果你光着脑袋去晒去，其实它是生长的并不好的。还有就是我们在茶园管理的时候用的这些除草剂呀，茶树呢用那些叶面肥让它快速的去生长，是不是对这些茶树这次它就没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去抗高温和干旱。